想说我们要做点什么，然后林就突然说来我们跳一下，然后我们就超老派的吧，因为我们老派很省服啊，对啊，还是跳了，对，大家很听话说跳一下，就是马上跳，那个身体是诚实的，对，这样说不要，为什么我们要换忍者服？因为我们今天来到就是忍者城啊。龙潭的一个很厉害的，超厉害的，对，我们今天就是被邀请来守信物影城，哎呦，超漂亮的，对，很美，有伪出国的感觉。你可以看我们后面有很多日式的，有没有富士山、落基山？有没有看到清水寺？这些东西你都是要去日本才看得到的。有没有看到鲤鱼？有，那也是去日本才看的。哎，有没有看到陈思源剪头发？学你妹，我没有学我妹，好不好？哎，这样子可以叫我妹来录影，哎，因为戴着口罩，哎，没有，你有痣啊，我戴着口罩看不到啊，对耶，下次我就会偷偷叫我妹来。对，我之前会非常关注你，没有，我下次搞不好就出这个计划。而且你妹比你再好笑一点，哪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我觉得你妹蛮好聊的，好比你好聊。完全没发现我剪头发，对，可见我从早上就没有正眼看你。我们已经相处了大概三个小时，两个小时，而且你还帮我付计程车钱，对，重点是这样子，还帮我付计程车钱，连正眼都没看过，我还奔跑过去找他，然后说，哎，他要多少钱？多少钱给他？然后结果。你剪头发，对，傻眼，傻眼。好啦，我们不要闲聊了，不要闲聊。今天有很重要的任务，而且我们今天有很多事情要做。对啊，因为这里呢，其实，在疫情前我们就要来了。对。但是很可惜，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延误了。对。然后今天我们就抱持着应该是来吃一些欧米亚给的心态吧。哎，我一走进来，真的很像到傻眼，好多呢。日本城，我跟你讲，我今天有经纪人就会有很多照片。真的，真的期待，我经纪人会拍超多。真的，我好期待。伪出国，没错。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先进去参观一下，好，先了解一下环境，好不好？熟知一下这边，好 ，Go。可以这么嬉皮笑脸吗？没有，我很适合，我在摆出一种凶残的样子，杀人杀人，很有国捐躯那种感觉的武士，好吗？哎，城主，城主，城主啊，城主，城主，我欢迎各位主持人，是城主，城主，城主，没有，你是城主，我们就不是主持人了。对啊，你才是主持人，我们要叫什么？我是左卫门，那我是新兵，我是右卫门，右卫门，反正你是后卫门，后卫门，后卫，前后左右，后卫门，后卫门。除了我，还有我们的吉祥物黑羽烧，黑羽烧，对，它叫黑羽烧，黑羽烧，黑羽，黑羽烧，哇，你看，太有活泼，黑羽烧正中间，哎，黑羽烧有口罩，哎，对对，因应防疫哦，看一下有没有嘴。好可爱哦，天哪，好，那今天既然我们有这么多的任务，我们要从哪里开始？我们从哪里开始？我先带各位环绕这边一圈，然后后面我再跟各位分配任务。好，对对，让你们先了解我们这里。好，那就跟着你走了。好，没问题，来来来，前进第一步，来来，我们走里面。这什么啊？对，我的哇，好酷啊！我们有一个环绕剧场。那我想问，这个是什么作用？表演给你表演，你先躺在上面看，躺在上面上去。对对对对哇，哎，好酷哎！对对对，这个真的是躺了吗？真的，真的给人家躺。你要躺着，要坐的都可以。躺着才会有那个环绕感。对对对对，就很像你在家，有没有？真的，真的家庭剧院，家庭剧院。你说还会有星空啊？对，星空那上面应该弄个星空，对不对？对啊，对啊。
真的，哎呀，这里是一个那种身份地位，可以鸟居，鸟居，鸟居，对，这是鸟居，然后可以挂那个祈福的，对对对，哎，这个很像日本大阪那边，然后有一个地方意境绕绕的，绕绕的，绕绕的，你叫那边去啊，你要那样子跑过来，然后这样子转头了，对呀，对，哎，要不然你从那边拍上来，从那边跑过来。你说我跑上来，对，然后你有那种意境回路的感觉。应该是我跑下去，然后一个回眸吗？没有，你是要从那边跑上来。真的哈？对，你先下去，你转下去，转下去。然后你要讲句日文哦，说阿利亚岛。好，你来选 ，Action， 快点，三选二一 ，Go。要回眸，要回眸。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好奇怪哦，哎，很漂亮哎，你们这里好好拍哦，好想来拍个美照哦。这里拍可以吧？可以。我带手机，还是我们带着镜头，我们带着镜头拍照，拍照，来来来，我们对着镜子来拍一下。你过来，你过来，撑住，撑住吗？这样吗？真的。我要日本感吗？日本感？你镜子对镜子，它拍起来是那种好像是要瘦啊，你可以脸拍了，感觉哇，弯弯的，弯弯镜子，太扯了，所以你会有一种一整排都是你面试的那种霓虹感。哎，我们等下用自己的来这边再拍一下，可以，中间应该有一些休息时间，好，最好是穿祭典的衣服，对，对，衣服可以穿和捞金鱼，捞金鱼，对，那中间还有这个我们的天狗。天狗，真的呀！我就觉得很眼熟，好想跟他拍照啊！大可爱，荣幸。天狗对不对？对。那我们天狗其实象征我们的黑羽烧的概念，所以当你看到我的礼盒都是用天狗的形象去带的。为什么？黑羽烧其实就类似像他的小孩一个蛋的那种概念去做的。黑羽烧和黑羽是因为天狗身上有这个黑色羽毛，黑羽毛，天狗本来就是黑羽毛。对对对。天狗，对，我不知道天狗其实长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在日本看到都是我们天狗面具，对，都只有这个脸。天狗手，哎，它有手哎，它这样，它是这样，真的吗？哎，陈主，你可以模仿一下，陈主模仿一下。试吃都是吃到饱的啊！当你吃得下，我没有不会再怕的。怎么会？而且它的兑换奖品是可以黑羽烧一颗哎，是。大家通常不是会切成对，就是给你满满的一打卡就可以。而且我觉得他们这边把细节做得非常好，就是都在跟日本一模一样。像日本都习惯把那个招牌做得很大，对对。然后就在上面看到一个很大的黑羽烧，对。就像你去那种大阪啊，什么章鱼烧什么吉祥物那个，对，吉祥物他们都。做出来，我觉得这超棒，而且这很适合送礼，是因为它有外观，你知道礼盒就很讲究那个外观，对，然后它里面的包装也是漂亮的，对，就是你会觉得，因为日本就是这样子，从里到外全部都帮你塞得好好，收到会非常开心，很有质感，它其实是可以背起来的哦，真的，好可爱，那你这样勾背起来的，对对对，然后鼻子让它尖一点。哦，这样的概念让你背的，它该不会还可以做成面具吧？哦，没问题哦。没，我觉得你们可以把它设计成可以做成面具，附两个袋子，剪下来可以戴上去。哦，好啊。哎，这个创意要跟我们申请吗？没有，专利。那目前呢？你看我们提供，让你们代言好了。我们都有在拍哦，联名哎，联名的，对对对，是。这里是老街，所以你会看到每个店铺不一样的概念。对，你看，而且它叫忍辱冰味。对对，你看这个，这个好好，这个好好，好可爱哦。保健哦，好可爱。里面是什么？法国面包啊。好可爱。你看，一盒保健哦。来来来来来，好可爱，来来来，这好有创意哦，我的妈呀，很棒，这很值得买哎。哎，这个好。而且它是保健，吃了一定会饱，吃了会饱的哦，一定饱。你这个就可以穿件了，有点难，会噎死，会噎，感觉很痛苦。这个会噎，好棒啊，这个。千层控一定要体验最新的东西是什么？我们的三角千层蛋糕，而且有芋头。是，我把千层蛋糕做成三角形，那是芋饭团的概念。
对对对，好可爱哦！那这样吃就很方便。是啊，你看它是现成蛋糕哦，就不会有时候切下来不是会滑落吗？而且它口味也太特别，你看有杨枝甘露，里面是现成蛋糕哦。杨枝甘露你好跟得上夏天哦，必须的，你看。那这个我就要带走，没问题。哎，这个我真的会想吃哎，是是是，你看这一系列的果凤梨耶，芋头，天哪，好棒的，这真的可以拿吗？没问题，那我可以选口味吗？可以可以。你要什么口味？你看它裹面就长那样子，裹裹面哦，它裹面就长这样。有芋头，有芋头哎，对，这个是什么啊？那个是巧克力粒。我要特别介绍，这是我小时候。你小时候？对对，我们叫麻薯娃娃。你小时候？你小时候长得很小时候没有鼻子，还要修。哎，他的口头禅是哎要修，是是是。好，今天来到这边最开。最主要是希望让你们体验我们工作人员的工作跟辛苦，是。那还有顺便来这边有类似伪出国的概念，对对对。那我今天大概宣布我们的主要工作内容的分配嘛。好。那我们有分表演组跟导览组。表演组跟导览。对对对对。那我们表演组就是我们倪萱跟懒懒。啊！表演什么？表演，等一下就会知道。我们有类似像跟着忍者去做跳舞啊，或者跳一些的。好羞！是，哎呦！哦，你们就是我们的导览组。我导演，是吗？对对。导演，导演，我的屁呀！啊，对，是是。导览组干嘛？对对对。哦，就等于做你刚刚带我们做的事情。对对对，要讲特别详细啊。认真听，好，没错没错。没问题。你是不是感觉忘了？哎呦，要羞！我只记得那个要羞真好用，要羞。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要分开练习了。是，那我们分组行动。好，谢谢。来，那我们要跳一下，分组行动。好。这么的开心哦！好好好好，来来，我来跟两位介绍一下下。你刚刚就站在这里吗？我刚刚一直站在这里。对对对。真的讲很好，来回好几次。因为你跑5000都没。我有隐身之术啊！我除了隐身之术，我还有分身法术哦。啊哇！我也会分身法术哎。那想要学习人生隐身术跟分身法术吗？我想要隐身术就好了。隐身术，我不想要分身法术。对 ，OK。那我们既然是忍者，对，来到我们的守信物影城，就要有几个什么秘密技能，就要非常守信，要守信用。守信的意思是伴手礼，好吃的果子，不是果子，我们要窃取他们的秘方，来教导大家。好 ，OK。来，大家有知道我们的手礼剑吗？知道。来，射王射箭，等一下我们要来。没关系，给你给你给你啊！我们来挑战，既然这么厉害，居然没有射中。我们从这边，我已经帮大家准备好目标了。好，我们先派出我们的后卫们。啊，我先吗？对，令甲，后卫们，令甲。哎，多远啊？大概这样子的距离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来，这么近。哎，你身为一个忍者，你好意思站在这么近的地方？我好蛮好意思的，怎么了吗？请站在往台北的方向。这样多远？这样啊，这条线好了，这条线。哎，我是其实我瞄准中间哎。哎，他是三个标中三个吗？还是中一个就可以 ？Yes！ 下一个。啊！好啦，我有倒，有倒，你有中一个哎，我有中一个，三左卫门来哦，不是肥嘟嘟哦，是瘦巴巴左卫门，拿准拿手，哦，哎，差一点哎，哎，我的标有飞起来哎，好可怕，都不错，都有中到的，这机会，瞄准黑羽烧能量果子，我要站这。你要喊，你要喊，呵呵哈嘿，然后再射，呵呵哈嘿，令甲，哇，你在中一个，好了，至少都有击中目标物，对啊，已经倒掉了，来，那我们两位忍者，
不错。好，那跟着我要一起吃苦耐劳喽。好，等一下我们宁奖准备出发，好不好？来，第一个。试试看。哈，你干什有点难，这时候就要喊一个对蛙爬，实习生，美丽的实习导览，我是丽德斯，耶！啊，这位，我是庆德斯，庆德斯。等一下，我们进来，里面是一二层楼，挑高，挑高，里面有1000平，1000平，好，户外有300多平，景观花园，300多，好。将军头盔是迎宾城门，它有6公尺高，6公尺。好，这个故事的串联是这么来的，怎么来的？传说日本有一个天狗仙人，他拥有强大的能量。他不小心有一天，他的一只羽毛掉落在人间。这只羽毛让他拥有很大的能量，制作出怎样？什么能量？什么能量？好，黑羽兽能量。好，知道了，黑羽兽能量。黑羽兽的能量。对，好，然后制作出的黑羽烧果子啊，他只要吃这个黑羽烧一颗，他就可以拥有更强大的能量，所以等一下我们的忍者都会来偷黑羽烧，对，黑羽烧哈，所以等一下故事的串联就从我们这边开始哦哈。去日本去观光的时候，你会不会买一个茶名叫做东京 banana？ 哦，东京 banana 不是 banana 蛋糕吗？好，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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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香蕉蛋糕，对，好。那因为我们老板他很喜欢，他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在台湾可以让我们台湾人都可以买得到，所以呢，他就把这个设备引进来，然后用最好的原物料，也是从日本原料进来的，好，制作出最好吃的，所以我们制作成什么？圆形。哎，答对了，圆形的哈。所以等一下会带两位去楼下看一下我们黑羽烧专卖店。你们一进门来店里就送你们先吃黑羽烧，对。那现在还有个特别活动，你可以 tag 我们的 FB 或是 IG， 上传你的照片成功，没关系，老板说加码送给你，对，没关系哈。好，那这边到这边的介绍，你们这样听懂了吗？听懂了。好，那等一下就让你们有实习的机会喽。没问题。好，那有不懂的，我会在旁边偷偷的 pass 给你们，好不好？好。好，那等一下就期待你们的成果。没问题。好，谢谢。谢谢小米。不会，谢谢。那我们就往前，好，两位开始。哎，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欢迎光临。リーダーさん。来到我们的首席屋影城。对。对。屋影城。挑高1000平。对。户外300平，造景。是。室内1000平。盔甲造景的城门总共有3公尺高。三百。300公尺高。300公尺。600公尺。
6公尺高。一郎这个人呐、我跟你讲哦，有一天他走在路上，走着，哎，怎么有一个羽毛？不，哎，这是天狗的羽毛！哇，我聪明啊，天狗羽毛啊，非常的开心。怎么样，在看戏是不是？我在，没有了。哇，我出名了！你在看戏是不是？我出名了，天狗的羽毛。天狗的羽毛，然后这天狗羽毛有一个神奇的能量，对，所以引来了忍者想要偷它。这个神奇的能量呢，就是黑羽烧。这神奇能量就是黑羽烧，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是那个鸟居嘛，对，然后呢？鸟居呢？你们知道，就是鸟居是干嘛？就看我啊！我寻求认可。你们知道鸟居是怎么样才会有鸟居吗？来到我们的雾影城之巅，就是最高。雾影城之巅呢？我们其实跟紫禁之巅不太一样，就是那边会需要大格屋。对，我们需要大格屋，就是要打去练武士打，好不好？对，需要在那边大格屋。好，那我为大家表演我们 AKB48 的第四张单曲。我很想再见面，不可以害羞，你不可以害羞，让全听见。所以你觉得我们还 OK 吗？导览的部分。可以吧，还 OK 吧？他 OK 吗？他 OK 吧？哎，很好啊，热情，对，下午又好快，谢谢。刚刚在那个雾影城之巅，哦，不，雾影城之巅，雾影城之花，对，雾影城之花，整套真正在古时候。标榜几百公斤的配件，现在只剩下30。等一下，我想问一下，30，它是真的以前的日本武士上战场？是的，没错。好，所以呢，我们等一下来试试看这个的重量。那还有呢？没有。先提提看。那我们等一下扶它两边啊，这边好。啊，不能这样子提。哎，会小心哈。来，没问题。是，我要这样扶一下。好，有没有重量？感受到了吗？哎，这怎么穿去上战场啊？很重吗？好像在重训呢。真的假的？来看，这不行。来，前后也可以。感受一下。好，不行了，对不对？都没办法穿那个。所以师傅平常每天分身乏术就是这样子，每天哦不同的时间让大家有娱乐娱乐。好，那我们把头盔上来喽。哦，好，可以了，我准备放手了。感觉超重的 ，Oh my god！感受一下，好重啊！这是锅盖头哎。好，那它的完成图大概就像这样子。哦。所以我们今天会穿着这样子的配件，来让我们的那个游客通通可以感受到最真实，也帮我们城主怎么样护卫一下我们的能量果子。还可以吗？我应该这样子哎。好，走一走看看。好，甚至我们怎么样？再跳一段舞。好，有体验到了吗？有。要不要往后走一走？来。好，去吓小朋友。嗨。嗨。来，会怕，都会怕。嗨。哎，怎么有人怕我啊？大家在那边拍照哎，好重哦！哎，好重啊！还是我们体验就到这里就好了。好，需要吗？还是绑起来就好了。快完成了。打我，打我，笨蛋！打我！不会痛哦，打我啊！来呀，来呀，来呀！最后上上面罩就完成了。小心，小心，小心！哇哇！准备好了！啊！等下我的刘海。
还可以过刘海啊，刘海很重要哎。来，要不要走一走，在我们的雾影城当中走走，巡礼一下。走。我突然想，他竟然同手同脚。我跟你们说，真的很重，我没有在演，没做效果，认真很重。我拿起刀，就是要吃蛋糕。你不要跑，就是你。哎，你要保护我了，我真的没办法，我没办法上战场。你好烂哦！哎，你忍者也是烂。30公斤哦。好不好？保护你，30公斤，你要保护我。天哪！哎，陈思雅在那给我拍美照。在哪里？在哪里？我们穿。你拍他们，你拍他们，你拍他们，你拍他们。穿成这样，你看，你跟我穿这样，还在那边自拍，不要先多，你知道有30公斤，不要嬉皮笑脸。这个30公斤，30公斤，你有流汗了吗？爆汗了，我们里面，我里面瀑布现在。而且在那边吹冷气，然后在那边拍完，在那边给我自拍，说自己是公主，你觉得合理吗？嬉皮笑脸啊，不像公主，人家给我穿成30公斤的坐骑还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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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好耶！因为现在虽然没有开放 DIY， 可是我们还是因为我们有特权，对，所有的伙伴是要求成的公主，对，所以这个因为疫情过后会开放给大家，对，我们先帮大家体验一下，是的，我们先帮大家体验。100分，对啊，而且这可以涂很多在家里，然后客人来的时候就这样切开给他看，超好看，这好棒，而且剖面图你可以看它的馅料真的满满的，还有千层，对不对？而且还有那边的黑鱼烧，对啊，还有很多口味，哇！哎，你刚有被介绍一下，巧克力、青苹果、蓝莓跟卡士达，哎呦。什么名字？英文名字？是 for 是杨平吗？是 Peterson 另外一个城主叫四羊一郎。哎，我们已经吃一整天了，其实我们刚刚休息有吃一整天，跟黑羽烧我们是还没吃到，对，我们还没巧克力也很好吃，它的馅料好满哦。卡士达，嗯，好香哦，嗯，经典不败。这两个卡士达很少。很好吃，口感很好哎。嗯，而且我觉得今天的观众朋友一定看我们吃了一整天，他们一定自己也很想要吃。重点来了，今天怎样？守信雾影城这边，他们最守信了，他们愿意给我们20盒送给我们今天的那个观众朋友。20盒很多哎，20盒有冰柚啊，冰柚啊，而且除了礼盒之外，他是还有送什么券？2张门票，各位观众。去我们那个留言处留言，那留说我想去守信雾影城，就可以抽我们这20盒，20盒，20盒，所以留言有机会哦，对啊，张门票，耶！哇，我们在守信雾影城等你哦。Said, do us a favor, keep your voice down and monitor your behavior. Be a good girl and don't cause trouble. Well, mama was a strong woman, far from subtle. I'm smart, I got heart, did it on my own from the start. I'm pretty, but I'm gritty. If you go toe to toe with me, ladies, if you got it, go ahead and flaunt it. Bring your whole crew, old ladies can flex too.